112年6月5日是20:33许，前镇分局获报三国通道北上路段金福路段一部一影车行经上述路段转弯处翻覆于现场，未碰撞其他车辆，经交通组草寮派出所以及前镇分队赶赴现场处理。初步了解，邓姓驾驶人受困驾驶舱内，后经消防队协助脱困，邓男意识清楚，初步检视无严重伤势，未就医。前镇分局持续派员在现场疏导双向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现场车体及玻璃碎片已通知脱掉队及清洁队到场协助排除。本案邓姓驾驶无酒驾情事，详细肇事责任由交通大队进行后续分析研判。警方呼吁驾驶人车辆行驶于弯道时，除应依照速限行驶以外，并减速慢行及注意对向来车，以防止事故发生。